看看这太阳，哦，太阳。呀、yeah, ，今天世界杯，现在去我们柱哥家看球，做了什么肉包子什么的。哎呀，哎妈的，第一大厨。哎呀，辛勤劳动的人！我发现人家嗓子有点他妈的。别说，别说，别奶了，别奶了。那么多本钱，我操！就拿这个那么多本钱就赢了点。应该还有吧，先把它去吧。我都拿出来说。对，你看我们。看到情况怎么样？我们分享一下决赛场地的流水。来人。沙溢你好，平平好，各位观众朋友们好。啊，现在呢就是罗尼基的那一场。啊，够怎么样？啊，我做什么呀？哎呀，那法系是不是很的相对可以的？如果今天那个法国夺冠了，就不凑份子啊。如果这法国没夺冠，那肯定份子要凑了。不是法国没夺冠，我也没钱吃份子。法国没夺冠，我怎么不和念念来这吃了？所以法国不夺冠，咱这家门出不了了。这没有，还有加了卷，那个这包子里有那个小伙子，下面还有一锅是新鲜的，上面没有，没有，该喝水，该喝水。哎呦，这刚走了红毯，刚走了红毯。对，来，放里面。有点。哎呀呀，发家致富，发家致富啊，发家致富！哎呀，发家致富，发家致富！哎呀，爽！兄弟们。豪哥，变！点！Go！全进，一个都没吃过。2-1，真的？我公司二。哎呀！不用看了，不用看了。左边。哎呦！我，你还都没有心思进了，我天！小心给我弄了，我操！哎呀，开心！上半场感受。他喜欢的学校。上半场很紧张，我靠！但是还好守住了哦。食堂可乐有了吗？啊，问你食堂可乐有没有？可乐现在有3杯了，还看。Amazing， 2-1，你不要太紧。来买克罗地亚的。我希望克罗地亚最终可以赢了这场比赛。你去死！克罗地亚必胜！毒奶！克罗地亚 go go go！ 克罗地亚，克罗地亚，说错了，克罗地亚 go go go！ 我
过一下。哎，刚才克罗地亚居然都懵了吗？哎，不记得。好，一下跳跳结束。结束。这时候要是我跳。